知道的，我的球技在光之国是最垫底的。看来有必要让奥特曼好好教你打球了。真的？你们真的能让奥特曼教我打球？没错。那要先教打什么球啊？篮球、足球还是橄榄球？就先教你足球。刚好我认识一个踢足球非常厉害的奥特曼。是谁？你快找他出来教教我。好，小魔法变。赛罗奥特曼、盖亚奥特曼、纳伊斯奥特曼。戴拿奥特曼，戴拿会踢足球吗？你可不能随便找个奥特曼来忽悠我。有没有忽悠你，自己看。戴拿的技术看着好厉害呀，不过这回你肯定能晋级为国足第一人。真的吗？那我赶紧让戴拿给我传授足球技能。看我黄金右脚。我又失误了。你这太关键了。我看准了，可能我真的没有打球的天赋吧。别放弃啊，既然足球不行，咱就换一个球。算了吧，让戴拿教我踢足球我都踢不好，其他球我肯定也不行。你别这么想，足球不行咱们就学篮球怎么样？篮球，这个是我的最爱。可是谁能教我篮球啊？你们呢？我们肯定不行，但是曹操木会打篮球呀。曹操木？你是说杰斯的人间体？没错，他可是凭一己之力打败了万恶篮球队呢，肯定能教好你。那你快让他试试。没问题，去吧，杰德。有了杰德的力量，这一次我一定能成为克鲁兰王。记住。怎么拥有了杰德师傅的篮球技术，我还是连个球都接不住啊！你快安慰安慰土豆呀！我怎么安慰呀？哎，土豆，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能踢好足球和篮球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的本命球是棒球。棒球？我真的能打好棒球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现在给你找棒球师傅。黑暗科里嘉、盖亚奥特曼、赛罗奥特曼。萝卜奥特曼，你们打棒球吗？萝卜居然会打棒球，你们快让他教教我。没问题，去吧，萝卜。来，让我接个球试试。好，一二三，进！耶，击中了！